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呢，我现在要去买早餐，然后我等一下要考期中考，没有错，所以我现在是用冲的。我下课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回家，因为我们学校邀请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先生今天来演讲，对，就是针对那个你知道中台政治，然后2015的马习会这方面的议题做演讲，所以就是等一下要去听演讲，才回家再吃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没有错，已经听完演讲两个小时了。然后这两个小时我在干嘛呢？我就是疯狂的在找我的钱包，因为我刚刚去买中餐的时候，正准备要付钱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的钱包竟然不见，然后我吓死了，因为里面就是有各种信用卡，还有我的钥匙，然后还有就是我 student ID，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然后我就疯狂打电话，然后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没有人找到。当我正准备要在路上嚎啕大哭崩溃的时候，刚刚会场里面的人就打电话跟我说他们找到了，然后他就送我一盆花，他说希望我心情会变好一点。对，所以大家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哦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嗨，我刚刚一回家就睡着了，对，就是今天也太漫长了吧，对，就发生很多事的感觉。然后现在是6点吧，想要去买个饭吃，然后写个作业啊，就是觉得作业永远写不完的感觉。对，好，我现在来订餐。我今天晚上是想要吃地中海的，就是菜，就在我们学校里面有开，然后可以线上订。我是想要吃这个，就是有汤跟就是怎么讲，饼皮的这种，点进去之后就可以选要什么酱。我要什么酱呢？然后下一个就是可以选肉类。啊，哦，网络断了。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肉类就是有这种，就非常地中海式。啊，我房间好乱啊！有 falafel 啊，就是那种肉球，然后也可以选蔬菜。然后就可以选今天几点去拿，我选6:45，现在6:30，然后就可以付钱，成功。今天有一个 YouTube 的朋友问我说，什么时候能再看见我的笑容？你知道什么时候吗？就是现在。昨天是日光节约时间，就是如果现在6点的话，就是前几天的7点，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早起，我今天6:30就起来了。我平常就蛮早起的。天哪，我们现在就是，我现在就在跟大家那个瞎聊哎，天哪，瞎聊，好饿哦。好了，我都要出门了。是的。